今天这家店不错啊，老公。对啊，先不跟您说了，超市搞特价，我得赶紧去抢了。嫂子挺朴素的嘛，勤俭持家是好事啊，现在这样的女人不多了。你上不上啊？不上我先上了。你先吧，你先吧。你怎么不一起冲啊？多浪费水啊。三秒原则。怎么，你不放屁啊？阿花，阿花，想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问你个问题，如果在一起久了，没有了新鲜感，又碰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，你怎么办？啊？花总，刘总派来我们公司学习的人到了。花总好，我叫娜娜。这个还有这个调换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花总，我听说你喜欢喝咖啡，这家精品不错，你试试看。今晚一起去新开的那家咖啡厅谈吧，听说那里的咖啡不错。下班了吗？我坐航班等你了。生日快乐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买这么贵的花，浪费这些钱干嘛？你应该还没吃吧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咸香鸡，来吃热吃。对不起，老婆。什么？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听过一句话，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心动的人，但是心动不是爱情，心定才是。